闪现又闪到伊宁市来了，现在是早上的和睦，一派冰雪的景象。上课就我看到了拍摄，然后看后传承。我是古力，我是党旗，我是马西亚托尔逊，我叫甘加巴伊，我是老崔，我是四度电锅，我是古力，我叫卡蒂尔，我是贺娇龙，我在新疆呢，我在新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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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起拿起手机来自拍，新疆，和我一起拿起手机来自拍。2021，新疆人讲新疆故事，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新疆。